朋克要一直活着，活着才会有希望。 我们的生活其实不朋克，我们都在上班，还有做咱们business，懂吗？对，但是这里，对，你要想的是如何在这个国家最大的 freedom， 对吧？你要 open your mind。 我相信他们都会热爱朋克，他们，我相信他们经常会来看朋克演出，因为今天全国各地的朋克都会到这儿来玩。如果他们第一次来，我相信看到今天的演出，他们会成为一个朋克。